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刻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，在这个时刻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，是我们预备要迎接复兴的时候，是我们要预备来迎接复兴的时刻。我们渴望圣灵来到，我们渴望圣灵的来到，我们渴望神的国来到，我们渴望神的国来到，所以让我们来到敬拜我们的神，所以让我们来敬拜，让我们的赞美，让我们的赞美能够将天国带动下来，能够将天国带动下来，让我们透过诗歌，让我们透过诗歌去宣告，来宣告，去到迎接，来迎接圣灵的来到，圣灵的来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转化着地
前世要离去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一次彻底，全体看见你荣耀，你复兴降临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，全体尊荣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一生，祝福永不停息，世代因你爱耶稣，不求你过去，神迹在运行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，黑暗权势要离去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，全地看见你荣耀，你复兴降临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，全地尊荣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，说在你生命的里面，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份的爱，有一份的爱，不单是爱神，不单是爱神，是爱你的国家，也是爱你的国家，爱你的城市，爱你的城市，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，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神说如果没有这份爱的话，神说如果没有这份爱的话，我们不能够带来转化，我们不能够带来转化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份爱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份爱的话，我们不能够带来复兴，我们不能够带来复兴。今天我们来宣告，今天我们来宣告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恢复过来，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完全恢复过来，以致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，以致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我们为着上帝，我们为着上帝，我们向前行，我们向前走，我们去到服侍上帝，我们来服侍上帝，我们离开我们本身所站立之地，我们离开我们所站立的地方，我们同上帝对齐，我们跟上帝对齐，同上帝的时间对齐，跟上帝的时间对齐，我们宣告，我们宣告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是要迎接复兴的时刻，是迎接复兴的来到时候，是要大收割，是要大收割，是要让人的生命归到天国的里面，是要让人的生命归到天国，是说我们要宣告，属我们宣告，是复兴要来到，复兴要来到，收庄稼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收庄稼的时间已经来到，不是之后，是现在，不是之后，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刻，让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热情要倾倒出来，让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热情要倾倒出来，来到宣告，我们要宣告，你的国降临，
你的国降临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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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国降临，你的荣耀彰显，你的荣耀彰显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宣告每一个睇紧嘅、听紧嘅弟兄姊妹。宣告每一个在看、在听的弟兄姐妹。喺你生命里面，在你生命里面出现复兴，出现复兴，出现神嘅国，出现神的国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听我哋嘅祷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名求，奉主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